为什么武魂殿会为了他倾巢而出，又在没有得到他的情况下铩羽而归，甚至有可能赔上了一个教皇？如果是魂骨，武魂殿不可能失手。钻石猛犸，请指教。 听说这项家学院战队的队长和呼延宗主关系颇深呢。阿丽是我们项家宗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弟子，也是我的长孙，先天禀赋比我当年还要好上几分。我是指望他能够在未来成为项家宗第一位封号斗罗的。呼延宗主有孙如此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陛下谬赞了。 这一届我们项家宗的目标是总决赛的前三名，且看阿丽的表现吧。不过，今天令孙他们的对手似乎有四位40级以上的魂宗，还有一位已经拥有了万年魂环，他是叫唐三吗？宁宗主。 您知道是什么人教导出来这样出色的弟子吗？啊，陛下，您还记得黄金铁三角吗？史莱克学院现在就是他们三位在管理，院长正是飞翔之角弗兰德。这些孩子都是智慧之角大师教导出来的，尤其是这唐三，可是大师唯一的嫡传弟子。大师怎么会是他？萨拉斯主教。 您也认识大师？黄金铁三角谁没听说过？大师与我们武魂殿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，没想到竟然去了史莱克学院，怪不得这些年轻的学员们都这么优秀。萨拉斯素来刚愎自用，怎么一听见大师就大惊失色？这其中一定有古怪。既然二位都如此推崇这位大师。 有机会朕定要见识见识他的风采。现在，我们还是继续看比赛吧。预选赛第二轮第一场，史莱克学院对战象甲学院，正式开始。第一魂技，铜墙铁壁。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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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草非常坚韧，它怎么那么简单就震断了？看来对面的力量果真恐怖。不止如此，他们不但力量惊人，还很会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凭借自身肉体的力量减少了魂力的消耗，又将魂力与肉体结合，激发了更加恐怖的力量。蓝银草虽然坚韧，但少量的进行缠绕还不足以限制他们。之前布置着史莱克竟然有好几位魂宗，现在看来还是稳妥攻击吧，不要急于推进。我们只要保持眼前阵型，解决了对方的非命攻型，就能锁定胜局。对手占据越多的战斗空间，他们所能发挥的实力就越大。小三，是时候了，上前三步。第一魂技缠绕。是那招源自暗器流星锤的阵法，以蓝银草的精准辅助控制队友的行动，起名为流星人锤。小第三魂技想入非非萝卜掌。轻身。玄天功控鹤擒龙。那个唐三竟然还有飞行的能力，依我看，这能力恐怕来源于那位辅助魂师吧。怪不得要把那身材高大的大力猩猩换下去，原来打的这个主意。以现在的阵容，只要每个人都提起轻身，正好在飞行蘑菇肠所能承受的最大重量以内。可惜泰隆的身形太壮，不然在这套战术中他能起到的作用会比小五更大些。我偏偏是飞行类魂师，飞在空中就能避开我们防御力最强的躯体直击头部，还打破了我们进攻的节奏。这个唐三大哥，我们是不是要用那一招啊？不行，那招是留给神风学院的，他们肯定还留有底牌，大家不要慌，保持阵型。他们阵型缜密，根本没有机会使用第四魂技。空战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弱项，但是论防守我们是无敌的，就看谁先出手吧。小大哥上来玩啊。幼稚，你们史莱克学院就只会躲，你们不如改名叫乌龟学院吧。神秘小零食。大哥，你们找死！这个臭货，去他的神风学院炮台架起来。猛马螺旋弹入膛，转速百分百，炮筒动能百分百，这是搞什么？不好，发射。大老大快防御。白虎护身杖，力量太强挡不住，三角防御，摆脱大家。第一步，破坏防御。废了。
任轮金蹄，寇贺，秦龙，四两拨千斤。接下来那个任轮还是太勉强了，小心！龙马森林炮，我唐僧，你人是给我揪出来！挡我住他！糟糕，无法动弹了！干得漂亮，就是现在！守护严厉！上啊，大哥！爆发吧，王力！去死吧！迟早会被你气死，是那个时候。神秘小零食，好吃吗？我要弄死你！不好，快救大哥！第二魂晶晋升。这些虫子过废墟，刚刚过招的时候，那成功了！第四魂晶。蓝银囚龙，史莱克军，干掉他们！上啊！超级恢复大香肠，仅剩下蓝银囚龙来控制时间。他们的第一魂环是防御，第二魂环应该是力量提升，即使第三魂技也是力量型。为了挣脱全身性缠绕的蓝银草，最强的呼延力只花费4秒。最慢的依然是7秒，如果是蓝银囚龙的话，如果没算错的话，也就是说20秒，是我控制其余6人的最大时限。大家注意了，20秒，击溃无言力。史莱克，居然用一颗鼻屎毁掉我那么完美的计划！他失去理智了，小五。这种羞辱我已经……人呢？看这里！所有人一起上！快打！大哥，站住啊！掌中拳！这一脚真是让人看得头皮发麻，呼延力同学的命运堪忧啊！那是好硬的脸。呼延宗主这样做恐怕有损比赛的公平吧。我不明白宁宗主的意思，我做了什么吗？这老家伙到底跟自己孙子交代了什么？白虎烈光波，武魂骷髅，武魂赤血毒狼，第三魂技幽冥斩。搞定。不对。使用道具吗？真没见识，这是魂骨。
令孙小小年纪就拥有了头部魂骨，真是出类拔萃。你们的攻势到此为止了吗？那就该轮到我们项家许愿了。乱吞吞的傻大哥，第三魂技压杀。好强的压力，这些双脚动不了了，这是魂技锁定。胡延山的时间也到了，竹心，敢！还有幽冥白虎，幽冥白虎，白虎获取魂环，等待也是一种修炼。打开微信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这里每周都有新看点、幕后爆料、帅气的人物壁纸。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，我在微信等你。我们继续观战吧。他们都破开了囚笼，他的精神力已经庞大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小三才41级。三哥，你总算醒了，都快吓死我们了。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快仔细跟我说说。小五，